好啊，咁啊，继续咧，我哋今日迟咗嘅，如是我闻，即系对唔住，我今朝早咧有啲嘢要做，咁所以咧延迟到今日嘅黄昏，即系香港时间嘅朝头早咧，就同大家见面。今日仍然要讲咧，就系巫术巫。咁啊，上次咧，我哋已经讲咗中国嘅巫，中国嘅巫咧讲到皇帝同蚩尤大战喺涿鹿嘅地方，咁啊呢个地方嘅大战咧，最后嘅结果咧，大家都清楚啦。喺小学嘅时候咧，或者咧都有老师讲过。咁啊近代啲嘅解释咧就系、蚩尤咧系黎族或者甚至藏族，有好多人咧就认为佢系苗族一个族群嘅名，入于咧少数民族。你知道咧喺中国咧语言唔相通，或者肤色有少少唔同嘅五官咧有少少差别咧，佢就当咗咧唔系汉人。唔系汉人咧唔紧要，但系咧汉人会歧视佢。喺古代咁啊，当呢少数民族咧系蛮夷，咁啊佢哋嘅文明进度嘅进程咧系慢啲，咁但咧亦有佢哋嘅民族嘅风格，有民族嘅特色嘅。而家咧少数民族咧抬头啦，咁大家都知道咧。56个少数民族同汉族应该咧和洽相处，大家共同建立一个祖国，一个中国。咁啊喺呢个这个关口咧，皇帝同蚩尤嘅大战咧，可以话系咧汉族嘅民族嘅领袖，同埋咧少数民族嘅领袖咧。率领两族人咧展开一场咧生死决战。咁喺呢场大战里边咧，当然古代渗入咗好多神话啦，譬如话当时嘅天气咧系相当之恶劣，咁啊赖咗咧蚩尤咧系放毒气，或者放咗啲山岩瘴气。咁使到咧，成個戰場咧模糊一片。咁啊，利於咧呢啲蚩尤咧蠻族咧就進攻。咁啊，皇帝所率領嘅軍隊咧都麻無頭緒，都唔知邊頭係頭，真係咧陷於一個混沌嘅境界裏邊。但是皇帝相当之聪明，这个所谓民族的领袖呢可能是超过一个人，他聪明到呢可以知道磁石呢是有南北两向的定位，那么做了出来呢就叫做指南居，有人读指南车，那么用磁石咧嚟使到嗰个手咧，嗰、那个车上嘅人嘅手咧系指向南北，咁咧就因为南北一定位之后咧，就可以咧定埋东北，定东西啦。咁于是乎咧就可以辨别方向，就唔怕你大雾迷离，仍然咧系可以掌握到咧嗰个地形方向。最后呢就战胜了这场战争，这场 战役。那么蚩尤呢打败了之后呢就讲话他落荒而逃，从此呢就匿埋深山野岭，又是被呢皇帝的子孙即是汉族呢能够统治了这些地方。话虽如此，但你呢再用常識去想想，除了辨別方向定位之外，
咁啊，打仗咧就唔係咁簡單嘅，中間咧包括埋咧有形嘅，就係佢嘅武器咧、裝備咧、陣型咧；無形嘅就係佢士氣咧、陣法咧，同埋佢嘅戰略。你呢啲都係可以戰勝嘅原因嚟嘅。似乎咧冇特別講到皇帝係呢一族人用乜嘢嘅戰略去打勝蚩尤，淨係講佢咧發明咗指南車或者指南車之後咧，能夠咧可以識別咗方向，定到位，然後咧喺大霧瀰漫嘅之間咧，可以咧戰勝咗呢啲民呢所少數民族。我諗咧喺而家嚟講咧係唔足夠嘅，咁啊亦有好多咧講法嘅，咁啊我哋咧試下咧第時再分析一個咁樣嘅情況。但今日仍然讲呢，就是讲这个毛啊。那皇帝算不算一个毛呢？那在广义来讲呢，这个毛呢并无贬义的，很中立的。那这个毛的性质呢，可以是讲我们讲过呢，可能是医学，可能是占卜，可能是甚至乎政治的领袖，都可以称为之毛。在那个年代呢，中国呢这个毛呢是不止没有贬义，可能还有褒义。那么山海经里面呢会见到十毛，十个毛，这个毛师他们呢都是为争取呢人定胜天这个这样样的宗旨去帮助到人的。那么西方呢刚刚呢跟这个毛字呢结下一个很大的因缘。因为西方呢有宗教关系。在基督教即是耶教能够成为了呢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呢，这个公元大约是三世纪的四世纪的时候，或者是更加这个稍微耐一点的时候，那么这个罗马是一个怎样样的国家呢？它是一个呢相当雄武，而且呢它战争的战备能力是相当高的一个国家来的。它能够呢使到呢整个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尤其在地中海为中心的边缘地区，现在呢就是罗马、希腊、欧洲的法国 南部和西班牙，北边的非洲就现在的摩洛哥、利比亚以及埃及，去到现在所谓苏伊士运河或以色列犹太地区，这些地区呢都是呢罗马帝国的属土，甚至乎呢他的远征军可以去到英国。那么很简单，大家如果去英国旅行呢，就可以不妨去 Bath， 这个就是冲凉的字转过来，去探一探，你会发现呢在巴府里面呢还遗留了呢罗马人最喜欢的一种呢浴室。那时候浴室呢已经是有暖水供应，它有储水池的，不信你自己看看。那就是去到的它势力去到的地方呢很远很大，
有一句说话讲咧，叫做条条大路就通罗马。啊，罗马咧就系、是、咧当时嘅一个好繁盛嘅罗马帝国嘅首都，亦系今日意大利嘅首都。咁啊，大家咧如果去过意大利罗马旅行咧，亦会发现咧嗰度好多古迹。其中咧，大家必去咧就系嗰个斗兽场啦。李小龙咧曾经同对手咧喺度决战过，咁当然咧系搭出嚟嘅嗰个景，咁但系咧都系利用咗嗰个名胜。咁隔篱咧就系、是、一个罗马当时嘅首都嘅文化区嚟嘅，好多建筑而家仲喺发掘中。听闻咧，喺罗马建设佢嘅地下铁嘅时候咧，系困难重重，因为掘到咁上下咧，佢又会出现到咧一啲古迹，又要考古学家咧啊，去历史学家咧去考证同埋判断，都唔系咁容易建筑成一个咁样样嘅地下铁，唔同香港啊，发现咗嗰个宋朝嘅村落。喺宋王台附近，咁好喇喇细细咁样咧，就将佢清理咗。咁其实咧，呢个系证明咗香港当年啊喺宋朝嘅时候，宋朝大约咧、那个概念咧就系1000年以上，已经咧有居民咧。喺附近咧，喺呢個蘇杭台附近咧嘅地方咧耕種，同埋咧打魚，或者甚至乎喺度開咗個好好嘅繁盛嘅市鎮添。咁呢個咧有待咧考古學家繼續咧去發掘。我希望咧佢哋發掘啲更加好嘢啦。其實咧喺我嚟講咧。呢啲咁样样嘅资料咧，又胜于开一条地下铁。啊，呢个系我讲嘅。好啦，又讲翻毛咧，当日咧呢、这个罗马帝国，因为佢系信咗基督教耶教，所以咧喺佢教义里边咧，世界上系有神，有佢敌对嘅魔鬼。嗱，呢個魔鬼咧喺佢根據佢哋嘅經典啊嚟講述咧，係一個光明嘅天使，叫 Lucifer。Lucifer 咧就因為妒忌人，更加俾佢。高級或者比佢受到上帝嘅恩寵，所以咧妒忌心咧引致到佢作反，率領咗三分一嘅其他天使咧佢軍隊。呢、这個聖經猶太教嘅書籍都講述咧呢、这個咧係一個靚仔嚟嘅，好美麗嘅，好英俊嘅。天使長，佢咧居然啊夠膽將佢嘅主人，即係上帝嘅王國，天上王國想推翻，佢自己想做，因而咧佢被打落去世界之上。佢率领嘅三分一嘅天使咧，亦变成魔鬼。咁啊，我哋亦通常有一个字咧，形容呢个 Lucifer 嘅，叫撒旦。咁啊，有几个讲法话撒旦咧系一个官阶嘅名称咁讲。咁啊，我哋信教与唔信教人咧都。要研究究竟啊呢、这个魔鬼王啊，佢嘅魔鬼王
的来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邪呢、坏呢，我们说衰嘢呢，全部入晒这个撒旦的数。怎样入法呢？我们呢今天暂时呢第一段讲，第二段呢讲到耶教的无的时候呢，我们详细一点跟大家呢讲及。第一段完了。Thank you.